美好家园共建共享。2017年，政府继续加强土地管理，依法处理宣告失效的土地个案，全力推动公屋建设的同时，及时跟进私人住宅楼宇图则的审批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，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，继续贯彻社屋为主、经屋为辅的公屋政策，优化社会房屋申请及分配的工作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不断完善公屋质量监管机制，科学合理地考虑各项民生、市政等方面的设施配套。本澳现有公屋单位47,774个，短中期规划兴建约12,600个单位，其中包括在伟龙马路可建公屋的数量。而在长期规划方面，将会在新城 A 区兴建28,000个公屋单位，明年将会完成房屋需求前期研究报告，并在这个基础上启动公共房屋长远发展规划。